第一时间帮协助我们将所有的模式顺利入面。那第一个，这确实是我们在施工上有一点施工的疏失，导致就是火苗有点引燃我们的后舱的部分。那今天的部分，我们原则上还是11点会正常营业。那火势也在及时处理，那相关的一个财务损失跟赔偿，会立即做一个尽快的改善。那这个起火，起火原因的大部分是因为大概是因为我们三楼目前还是以上还是工序的部分。那师傅在施作的时候呢，有一些火苗顺势就是掉落至2楼的后舱，引起就是角膜的一个点燃。我们目前这个 BOT 案子24小时有值班主管在现场稳守，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就有立即发现、立即处理。那它点燃的部分其实是一个后舱空旷的一个空区，只是因为目前它里面有一点就是试装的工程正在施作，所以有点角膜，所以当火苗掉落的时候呢，就是点燃了这样子，引发了火势。二楼有点火势，一楼当下好像都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第一时间，值班主管已发现，那已经。